学员学生们早安。我们人体很容易就是心肌梗塞或中风，那其实这个病或是疾症它是可以预防的。那预防的方式，这是日本大井敬雄他讲的。那因为我们人只要一闭眼睛，我们的平衡系统就会失衡。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只要在三分钟内就可以完成，那做法是非常简单。那它的做法就是我们双手伸出与肩平行，手打开，眼睛闭着，这时候闭着的时候我老师做示范动作，大家跟着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六七八九二十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二四三五六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八五九六十。这时候我们手都没有上下的波动的时候，代表你的中心中枢平衡是正常的。好，那再来你要做第二个动作，这个动作是要做手腕转的动作。为什么要做手腕转的动作？就是一个让你的心脑手是不是都有协调。好，那老师一样做这个动作，一样要眼睛要闭着才能知道你有没有失去平衡。那开始做示范，也是数六十下，眼睛闭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六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七二八二九三四三一三二三三四三五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六十七十八十九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好，你看哦，我们在转的时候就用到手跟脑去控制协调它，所以你转的时候不会有上下抖动的时候，这时候代表你的心的血管回流是正常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我们的手脑并用的反射动作。这个动作一样做六十下。好，那学员看着我怎么示范。好，就是一指前一指内，总共做六十下。那有人左手撇子就用左手做，有人右手就用右手做。好，通常两手都可以做。好，那我先开始示范。一，这时候眼睛是张开的，因为你要看着你的手有没有可以做来回的反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好，这时候做完这个动作，代表你的现在的状况，你没有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前兆。但并不代表现在没有，只要你感觉在心上面有点针扎的现象，你就赶快做这个动作，一定可以马上检测出来。如果你感觉已经有在抖或在那，这时候你把你的手就是拉起，拍你的关节这边，用手刀平用力的拍打，